借风雨命运已注定，携手仗剑天涯逍遥乾坤定，降妖伏魔留正气，守护正道大地。看着岁月艰难被遥望，把酒对明月独寒来相见，醉生梦死惆怅寸断，只为诛仙。风尘西战度日如年，问苍天一剑能否天，黄帝郎踏破九霄贯穿千古，问苍天一剑能否天，黄帝郎总不能携手霜雪吹满头，一算作白首。血怎么被他的战刀给吸走了？给我上，别放过这小子。小凡小心。小队啊，看我的。是四级命轮的实力，不愧是御牙儿。暂时放你们这些血尸一把，有本事跟进来吧。小发哥只用了两年的时间，就重新达到了下品血红境界，好厉害！小发哥这一刀，要是往着我砍过来，我未必接得住，太厉害了！刀有点眼熟。少拍马屁，这刀是胡爷送我的，很趁手。如水姐姐，你中毒了。小发哥，这蜀都好霸道，如何是好？喊救援吧。不用，你们在这里等我。娇娇姐，快帮我找找看，附近可有解蜀毒的炙甘草。他又不是你的小情人，这么着急干嘛？喏，在那边。若水姐姐，这临时药有点苦，忍着点。太好了！小发哥，你什么时候懂得药理了？这可多亏了于爷他送我的医典，懂百药才能照顾好自己，也更能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。哇，小发哥，你这是无师自通啊！我听说药理很难懂的。护神山的药师可大牌了，都是用鼻子看人的。我充其量只是懂一些医理，与药师还差远了。好了，我们该上路了，大家都小心一些。若水的实力提升得很快吗？
都已经达到了血红境界了，让姬若水多出手磨练，这样他才能跟上我们的实力。知道了，我也不能被小发越拉越远，否则连以儿妹妹竞争的资格都没有。大家小心，这是降级之境的血血生灵，堪比人族开启四级命轮的武者。大人，那些人族很厉害，尤其是那拾刀的少年和控火的少女，杀了我们不少同伴，必须要将他们俩拿下，想办法控制人族，接近他们，偷袭他们，不要再让他们离开这片地方了。